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同乐广播电视台华语新闻，我是主播陈静叶。下面一起来看详细,细内容：越南共商会提议财政部建议政府继续降低一些费用和收费，以支持人民和企业。 越南工商会评论了规定多项费用和收费征收率以支持人民和企业的通知草案。据越南工商会称，与现行规定相比，草案减少了许多与条件评估和营业执照颁发相关的费用，减少了百分之五十。 不过，草案中也有一些性质相同但降幅相当低的费用。越南工商会表示，减费政策不明确，相同的程序却有不同的减少率，因此，因此建议起草委员会对草案进行审议，并将上述费用的减少率增加至四类薪资的费用。自一九九一年以来，同奈省已有近五万家企业。 在国家商业登记信息系统上注册，上述企业注册基本近四百四十万亿越南盾。企业业务种类繁多，但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服务、工业产品生产、农林产品加工等领域。去同南省计划投资部称，过去三年，由于19疫情、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影响了许多企业。 许多坚持不下去的企业不得不解散或暂停经营，但是解散或暂停经营的企业仅占新设企业的百分之十以上，其以小型企业居多。为了缓解学生家长在高中毕业考试前选择职业的焦虑，F P D 大学在同奈省举办了职业指导的活动。 在活动，专家和讲师分享了实际市场潜力对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需求，并为十二年级学生家长解答关于市场趋势学科，比如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数字医学设计。根据二零二三年世界名牌大学排名系统 The Impact Ranking 公布 f p d 大学达到全球教育影响力的排六零亿到八百位。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茨六月十九日会见了正在柏林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强，并举行了工作晚宴。这是两国政府自二零一一年首次会晤以来的第七轮磋商，在柏林举行的前一天。 这是李强总理三月上任以来首次出访。六月二十日上午，为中国总理举行了正式欢迎仪式。随后，双方开始磋商，讨论进一步加强双边了解、分享与合作的措施。德媒称，中方希望借此机会推动双边合作，克服双方面临的分歧。李强总统愿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充实两国战略合作关系。 七十年来，以色列军队首次动用直升机袭击约旦河西岸北部的一个难民营，造成五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二十二人受伤。以色列将这次袭击解释为企图逮捕两名涉嫌参与袭击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军队还向难民营发射和投掷旋圈、手榴弹和毒气。 巴勒斯坦卫生部确定遇难的五人中有一名是儿童。巴勒斯坦总理穆罕默德·施泰耶宣布，令人难过的是，六月十九日有许多人死亡。我们将努力控制冲突。自今年年初以来，以色列杀害了至少一百六十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二十六名儿童。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关注，再会。